悲颠倒何故？吾有因，庙前黄衣何故？誓曰：细碎沾衣，盈空堕地，离然寡欲，心痛神疲。吾有因，投玄世曹何？吾有因，四读诗馆何故？吾有因。算卦的袁先生，料事如神。但他一定不会料到，我化为文士，藏于他身。先父为成全取经而死，我等无一日不想为先父报仇，却无一日不是流离失所。无家可归，没了你，便能了却因果。Yeah!
先父违抗玉帝旨意，投悬世曹，我等恐玉帝见罪，拜求袁先生搭救，逃离四毒。可袁先生说，夺得了一时，夺不了一世。终归会有人来取我们的性命。先生还说，舍身成人便是我族世世代代的天命，我信，但我不认。但愿你的命不是在为这老天做嫁衣。去相会，更待何时？哎，缘落缘起。